绿茶同事居然靠竞选来抢走我的账号，怎么啦？卷卷，浩哥在会议室开竞选会，说你素质差，是过气博主，要选用一个新博主来代替你做这个账号。不是这，哎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啊，浩哥不知道又自作主张搞什么幺蛾子。在这边啊，身份。浩哥，你为什么要选新博主代替我？够了，小野。第一啊，我没通知你来。第二，人家同事正在想让做竞选发言呢，你能不能给点尊重啊？有什么问题提出来再说。大家看到了吧？那一句三声寒，像喜儿姐这样每天性病同事的性别，根本不符合我们公司的价值观。那我呢？每天不是帮杨丽姐带早餐，正当和我一条腿做文件，我这么轻而没得性。不是 C 姐，能不能不要这么以偏概全啊？小野姐，我帮你出过金，带过流量的，我的识人不清，你能不能不要上不问啊？不是 C 姐，你哎，多肉小野，我最后说一遍，尊重，再打岔给我出去。那我继续啊。那最后呢？我要说的是我最新。博主来取代多肉小野这个账号一些优势。首先第一点呢，就是这个粉丝肌肉程度上，大家能看到我呢，因为经常在多肉小野账号里面出镜，所以粉丝都已经眼熟我了。那我来取代多肉小野这个账号，粉丝肯定会觉得突兀的呀。第二点呢，也是最重要的点，就是数据。大家也都知道啊，我的账号在被封之前，那数据都是30万起底的，而多肉小野的账号呢，那就平均5万，30万跟5万，那也是胜利啊，是吧？数据为王啊！我看呢，也不用投票竞选了，就敲定 C 姐来代替小野。不是浩哥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同意过竞选新博主的方式来代替我，你这样自作主张，一点都不通融体贴，这不还有跟粉丝的心吗？公司不是幼儿园啊，一个数据差，粉丝又少，过气博主，跟我谈什么通融，谈什么体贴？就是啊，小野姐，等我接手你的账号，那数据蹭蹭蹭往上涨的时候，你以前那些努力才不会白费的呀。浩哥，我的粉丝也不会同意 C 姐来代替我的，你再给我次机会，我一定可以的。那就这期视频，你跟 C 姐决一输赢。好。